强大，狮子王强大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大师怪哥哥遇到暗黑女王了。黑社会呢？没有想到你也是补教老师。就是你，你录取了。真的吗？那一次的几率只有10%。你们两位约请啊！下来下来，我要加开精英班，人家被收费。这个同学是故意来刁难的。我爸。